再见你的时候，我只是淡淡一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像记忆里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江苏音乐台，每晚子时，张毅说最真的话，说给自己听。联通炫卡，都市夜归人。本节目由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剧名播出。现在的时间是23:06，这里是江苏音乐台以及盐城全音乐频道联通炫卡都市夜归人，我是张毅。今天你过得好吗？那南京和盐城很明显的这两天气温回升了，明天还会继续的。南京明天是晴天，11度到23度，盐城地区也是晴天，7度到21度。今天是11月2号，我在黄昏的时候给大家发短信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今天其实是我蛮重要的一个纪念日。这个纪念日虽然蛮个人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个人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现在。那就是今天是我到南京的8周年纪念日。8年前的今天，我因为身体的原因从上海离开，到南京来上学。想想也真快，整整8年了，真是很值得纪念。我觉得11月2号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不过对于更多的人来讲，生命中都会有自己的纪念日，比方说生日就是一个啦。时间永远在走，每天都是生命中的唯一。生日，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每一次都是永恒。都市夜归人，诚心陪你度过。发送短信 DS 到1949897，输入个人信息，生日当天都市夜归人用音乐给你祝愿，并且会收到张毅单独发送的短信生日问候。发送短信 DS 到1949897，这一年这一天更温暖。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11月2号，也就是今天的生日花是冬樱花。冬樱花是日本夏天的应景的花，但是在欧洲多被用来作为食用的。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可口，而是它可爱的姿态散发着令人回味的魅力，所以它的花语就是悸动。而今天过生日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南航江宁校区的云淡风轻，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幸福；还有一位就是吉庆门的认真的我，生日快乐，永远快乐。好，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听蔡琴的声音非常的舒服。明月千里寄相思，
尽周遭，寂寞宁静，桌上寒灯光不明，但我独坐孤孤零，人隔千里无音讯，欲待遥偏执而为离情。You're my honey bun sugar plum, pumpkin bean plum.You're my sweetie pie. You're my cupcake gumdrop. Snickum, spickum, you're the apple of my eye. 我爱都市夜归人。I love you, baby. M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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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ah. 我心里住着一个小孩，每天最后一个小时跳出来，满是说话的欲望。编辑短信内容发送到19498975，和张毅分享你的心情。每天都有跟大家讲，你们要记得按照这个格式把你们的生日输进去，否则的话我们后台查不到你的生日的消息。可是每天还有朋友的这个留言提醒我，那比方说7273，我出生在1981年11月2号，谢谢你的祝福了，我是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的王小静，好啊，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幸福。还有2113，他很孝顺啦，今天是我妈妈生日，我祝她生日快乐，一定要祝福她，祝你的妈妈，祝你的爸爸，祝你，祝你的全家都快乐，永远永远幸福，阖家团圆，永远永远的很美满。还有当然你的妈妈，祝你的妈妈生日快乐。也感谢大家有关于节目八年你们都有说，比方说7883，八年了，张毅，我几乎从你这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很执着的在听了，那你听了有6年半的时间，跨了7个年头了，天哪，这个时间真的很久。说实话，现在我想想看，每天晚上坐在这里讲话的话，如果不是很喜欢，我也难得能够坚持下来。可是毕竟有个工作的约束在这里嘛，而大家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真的是很感谢你们。还有5514，八年了，你喜欢南京这座城市吗？你觉得它是你的家吗？我很想念南京，很想念我的家。那你现在就不在南京了？八年了，我真的已经习惯了，南京就是我的家。对，8746，今天是你来南京8周年，我们宿舍所有人都把收音机打开在听你的节目，好啊，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的陪伴，我想我真的早就离开南京了，都市一个人有好多次我都想放弃的嘛。还有97893就说，你觉得自己是半个南京人了吧？说实话倒没有啦，我觉得八年的时间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特别是他的籍贯，还有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可是有一点是一定的，我已经觉得南京是我的家了。还有是，我到了南京八年，都市夜归人有6年半，要非常的谢谢你们。直到现在呢，我都很喜欢这首歌《半吊子》，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你们一直陪伴过来的话，节目啊还有我都没有今天，谢谢你们。半吊子的朋友至少只有少的，半吊子的路是孤独的，半吊子的歌是便宜卖的，半吊子
爱的都是别人最恨的，半吊子的内心是空虚的，半吊子的夜晚在短信提醒我了，0453，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是南京工程学院的枫啊，枫树的枫，拜托嘛，你们乖一点，就是发送 DS 到1949897，然后按照提示把资料输过去，不是很好吗？这样就不用在每天你过生日的那天的时候就等等等的，还说哎呀张毅没收到，然后赶紧再发短信过来提醒我。好，这一位南京工业学院的枫，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幸福。今天星期二，本来说是要听歌的，后来我想到今天是一个8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哈，我们可以回头想想看过去都发生了哪些事。不是我了，多久没见你，以为闻不到你气息，原来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江苏音乐台，都市夜归人。
我回头想，《都市夜归人》这六年半的时间都涉足过哪些内容？那现在大部分的内容都比较的人文一些，电影啦、历史啦，还有音乐啦等等。有朋友讲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大学生以上的会比较的喜欢，而且会一直都听，其他会比较难。我觉得还好吧，至少这两年我已经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对，我得承认，《都市夜归人》蛮张译的，张译是什么样，节目就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回头想，在这几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哪些最让很多人关注的，就以年轻人为主。你除了学业工作，当然就包括这个就业啦，这个收入啊之外，有一个蛮虚空的词，其实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词就是时尚。现在有哪个人真的能够避开时尚呢？打比方，你有去看报章杂志的话，报纸都会有时尚版，那个杂志有关于这个时尚方面的杂志非常的多，对不对？打开电视啊，也都是。还有你看电影，那种明星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化的妆束，甚至这个导演呢、包括演员呢、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走向，现在都被狗仔队变成了一种这个时尚的方式之一。我们不说那些很八卦的时尚，就回头看看这几年有哪些是被引为时尚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可是就去关注一下所谓的主流时尚是什么样的。首先肯定要说到我们的音乐，音乐在任何年代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种时尚，可是音乐的类型也是有时尚划分的。你想一下，都市夜归人最早的电乐是那种钢琴曲，那实际上就是那种纯自然的音乐。后来慢慢的我们就换的是电影原声音乐为主作为电乐，然后再后来换成什么样的了呢？你还记得吗？换成了比方说小野丽莎的巴塞诺瓦，后来呢就换成了爵士还有拉丁，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那种慢版的拉丁。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都市夜归人的电乐一直是很好听，是因为它一直很时尚，甚至还比这个在这种音乐时尚流行之前就已经慢慢的开始了。对，音乐就是这样，这几年大家听的音乐啊就是拉丁为主，当然还有舞曲，可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工作的人士来讲，那晚上下班之后才有闲情去听点音乐，这个时候音乐他们需要的并非是内容，而仅仅是一种陪伴，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陪伴，并且是放松。那种慢版的拉丁爵士，还有包括前几年小野丽莎掀起来的这个在华人圈中非常流行的巴塞诺瓦的风潮依然也是存在的，还包括跨界流行音乐，这个可就是那个歌剧名伶，应该是音乐剧名伶莎拉布莱曼所开创出来的。不过这两年的跨界，特别是今年开始，渐渐的又隐没了下去。可是关于音乐方面的时尚，还有更加专业一点点，也就是更加正式一点的，那就是去音乐厅去听音乐。在南京的话，留心一下，你都会发现，每到年底的时候，新年音乐会是年年有，江苏音乐台肯定是年年办，因为我们是省音乐台嘛。那其实新年音乐会的这个惯例，当然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去音乐厅听音乐会有一点点匪夷所思，可是在新年的时候一定要去赶一赶这个场，感受一下那里的音乐的氛围。而且去音乐厅听音乐的话和家里不一样，家里是很闲适的，到那里去一定要正装出席，充分表达出我们对于音乐的尊重。还有一种时尚的方式在前几年的时候非常的风行，这几年慢慢的淡了一些，我觉得这种淡是指回复到了它该有的一种正常的位置上。但是特别是单身的，就像我这样的单身的人，一定会一直都会是他的主要的这个群体，那就是到宜家去买家具。宜家实际上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家具连锁店，它
它是这个瑞典的公司嘛。那在上海开业的时候是比较的冷淡和平静，可是在北京开业的时候，记得就完全不同，应该是在两个星期之内吧，把货架上面的商品就抢购一空。据说有人在七天之内去了六次，而且六次都不是空手而归的。99年的时候我有去，我生日是在上海度过，有去宜家，我买回来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那种雪白的那种羊毛毯我都会买，在结账的时候也冲进去把这个雪白的羊毛毯买回来，到现在依然放在柜子里面，从来都没有用过。可是你到了宜家去，特别是那种年轻人单身的人士，会觉得那里的家具是那么的贴心，让你有家的温暖和温馨的感受。那说完了住，会还有关于穿着方面的。那其实这个穿着是属于文化的一个范畴，如果广一点讲的话，而文化呢实际上是经济的表征。我们当然要承认，而且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这几年我们的经济水平增长了非常的多。可是穿哪个品牌的衣服是真正的时尚呢？有人会认一些这个和那个，可是真的很有品味的，而且你有艺术眼光的那种时尚人士的选择，当然是三宅一生。当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嘛，我记得老师有给我们介绍到三宅一生的服装的时候，简单的几个词：褶皱、几何造型。对，三宅一生的招牌就是褶皱以及几何造型，非常非常的好认。你以后到这个上海去，你如果看到在恒隆那边，如果有看到这个服装，你不太认得它的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如果是这两点褶皱非常多，而且那种几何的立体造型的话，你就一定会断定它是三宅一生。其实三宅一生的服装并不是特别的通俗化，也就不是特别的生活化，你穿着它去工作啊，或者去出行啊，都并不那么好。可是有艺术感觉、有品味的，常常就会最得到别人的追捧。那连带的三宅一生的香水系列，也会在不同年纪的有身份的女子身上散发出很悠悠的香味。同样，它这个香水的瓶身的设计也相当的简洁，尖塔的造型让人觉得强悍有力。这种强悍有力是来自于内心的真正的自信。有人就拿三宅一生和 Prada 这个品牌做比较，其实 Prada 我也很喜欢，说看到了三宅一生的服装就会觉得 Prada 过分的平淡无奇。其实 Prada 的服装是非常适合于生活当中去使用的，比较的中性化，并不特别的跳，两种都让人很喜欢。Put a ring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以为要是长的，你一直说我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我还是觉得你和音乐很温暖。江苏音乐台，都市夜归人。我心里住着一个小孩，每天最后一个小时跳出来，满是说话的欲望。编辑短信内容发送到1949-8975，和张毅分享你的心情。3354说，张毅，你的西瓜太郎头这几年就蛮时尚的，嘿，这我也蛮开心的。去年自己剪了一个发型，结果今年满大街的就流行开来了。不过现在我已经不是西瓜头了，因为受不了这刘海永远搭在脸上。对啊，时尚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哪怕你是学生，哪怕你是小孩子，或者你是一个老人，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还有2608就说到宜家，说蛮喜欢宜家的样板儿童房，好可爱哦。宜家的家具是真的是让那种比较年轻的或者生活的方式比较年轻还没有家庭的人觉得非常的温馨，但是在中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刚刚有结婚的时候也喜欢购买宜家的家具。不过据我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宜家的家具并不一定那样的好用，因为拿回来之后买回来之后常常要自主的去安装，这其实很费事的。但是宜家关于这个家居的配饰，然后杯子啊、碟子啊、各种样的小垫子啊，还有那种盘子啊，其实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可爱。9608说，永久的时尚便是寂寞。其实你知道怎么样能够不被时尚所扔下来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永远不是最时尚的。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吧。好，我们再看这个时尚，往下想一想。我们有说过了听的音乐，还有住的，还有穿的，那么要吃什么呢？这几年的时尚，其实这一条我是有在这个报章杂志上有看到，看了之后本来有点点不太服气，后来想连我生活这么寡淡和自闭的人都蛮喜欢，那说明真的是街头时尚了，那就是吃日本菜。日本菜你知道吃那个转盘寿司很可爱吗？非常的精巧，一个个很小巧，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实际上你尝了它的味道就知道是换汤不换药的。还当然啦，有一些这个芥末。吃寿司的还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面，他们的这个口味是非常的清淡的。曾经我把这个日本菜和韩国菜分不清楚，后来明白了，日本菜就相当清淡，而韩国菜呢是以这个煎烤的比较的多，至少在南京的店头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吃日本菜会让人觉得和吃这个吃到这个满脸油汗的那个中餐相比较呢，似乎更加的清雅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日本菜吃得很舒服，而且店里面不会特别的吵，就餐环境如果很吵闹的话是相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的。对，我记得是看过一份资料，就餐环境如果比较吵的话，它实际上是比在闹市区的街头的分贝还要高的，这调查统计。所以说你要出去吃饭的话一定要选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因为身体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可以看一看关于这个戴的首饰。现在女生戴首饰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越来越多的女生为自己买首饰，因为一个经济很独立。还有啊，现在的首饰很多也很可爱，可是这几年蛮流行的是戴什么首饰呢？戴铂金或者是纯银的首饰。因为如果戴黄金的话证明很俗气啊，戴这个白金钻石一般女生都会觉得这最好的一定在结婚的时候才去享用，那是夫妻间感情的见证。所以说呢这个是婚礼戒指，一定不可以自己先把它办下来，
一般纯银的首饰才显得相当的有品味。好像纯银的首饰，如果你在一些好的店里的买的话，价格其实蛮贵的。比方说一只纯银手镯，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也要值好几百元。你如果去香港的话，正好碰到香港在换季打折的时候，都可以去买一只白金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算的，因为这个老的纯银的首饰呢，在古董街就显得特别的有品味，对不对？品味最重要，根本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所以都讲说，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是，暴发户的家里面是没有大树的，而贵族的家里面即便已经没落了，可是树一定是郁郁葱葱。实际上要顺便八卦一下，很多人分不清白金和铂金的区别。白金和铂金不是一回事，铂金是真正的很贵重的一种金属，产量相当的低，而白金呢则是一种合金。所以说你千万去买这个首饰的时候，不要看到这个白金价格比较低就以为碰上了这个打折的好的机会。不是，铂金是铂金，白金是白金。所以现在又因为这个纯银的饰品比较的软，容易变形，所以呢比较多的是开始戴铂金的首饰。刚才有说到穿的话呢，比较时尚是穿日本的这个三宅一生的这个大设计师的服装。可是前几年开始流行起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穿衣服的话不穿名牌。其实欧洲人对于名牌是真的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欧洲本身他们就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下来，他们自己就每个人都是贵族，每个国家都有贵族气息。而在亚洲，反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于名牌是最为的向往。那在这几年流行的方式，不穿名牌呢，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真的就不穿；第二是会继续穿着名牌，但是完全漫不经心。他可以穿着这个马萨奇或者是其他的品牌，但是呢一定不会去告诉其他人我穿的是什么是什么。如果有别人发现了的话，他就会似笑非笑的讲假的，然后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就是说服装真的并没有被上升到那样去高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尚是所有时尚方式当中我个人最为欣赏的，那就是不过分的物欲。那对于任何一件商品来讲，它都有自己本身的价值。名牌的服装价格那样的贵，人人都知道，实际上是一个品牌价值。你觉得喜欢就喜欢了，可是如果喜欢拥有了之后却到处的去献宝一样，那就显然并不具有真正的绅士的风度和真正的修养。所以你要喜欢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但是还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我觉得也并不可取，那就是真真假假的名牌混在一起穿。比方说他会真的有一件很好的这个品牌的皮篓，里面会衬着一件很便宜的或者是盗版的品牌的衬衫，让人完全是分辨不出来，看起来会让人觉得肃然起敬，从头到脚全部都是名牌。可是这样的话就有点点欺骗的性质了。装这个穿有关的就是穿深色的衣服。其实这几年呢，在国际的 T 型舞台上面，深色的衣服并不特别讨巧。这里的深色指的是狭义的深色，比方说灰啦、灰黑啦、棕灰啦，还包括是黑色。因为这几年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缤纷的不得了，然后眼花缭乱，甚至是红色当道。可是不要忘记了，不管潮流怎么变，黑色还有白色是永恒不变的，而白色呢有时候又显得有点压不住阵脚，所以黑色是永恒不变的一个颜色。比方说你流行一下奥斯卡的颁奖礼或者任何一个大的颁奖礼，一般来说男的明星穿的都是黑色的礼服，而女子明星穿着比较优雅的话也大半是以黑色礼服去取胜的。这个是最能够压住阵脚，也显得最有品味，也最有个人主张的。不过如果你生活里面永远都是穿着黑色，就显得有一点点阴森森，并且有一点点压抑了。好，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吧。
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在这几年属于比较流行和时尚的曲风，不过其实也蛮好听，杨嘉诚共同体。你要躲到哪里去，要哭也到我怀里，让我拥抱所有你，快乐悲伤都美丽，一起梦想的翅膀，没有你怎么飞翔，超越自觉的观念，你是我不分身体，快要爱心，不要爱相信就是真理，请不要爱到不要爱，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天堂要爱地，不要爱你是我的奇迹，拥有要爱失去要爱，我们是命运共同体，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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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身体肩膀本就属于你，借我用来保护你，爱情之所以短暂，是人们太爱自己，超越上帝的旨意，我们偏要活下去，快乐要爱心，不要爱相信就是真理，杨嘉诚共同体，这样的歌曲在深夜听起来很热闹，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几年这个世界越来越热闹了，连深夜也不能幸免。好，我们今天11月2号是我来到南京的8周年纪念日，所以我们节目里面回头看一看过去这几年，看一看过去这几年每个人其实都逃不开的时尚，有说到穿、住、吃。还有那就是饮料、喝水方面的。我们知道人体大部分的体积都是被水占去了的，没有这个饭吃的话呢，还可以活到一个星期，可是如果没有水喝的话，只会有2到3天而已。说实话，关于这个饮料方面的这个时尚呢，关于酒方面的，其实你留心一下电影啊，就会发现，当然要喝红酒。对，看到那些欧洲的贵族们在一些影片当中有看到的，他们都是去喝红酒的，
红酒已经喝红酒的这个习俗持续了一段时间，看样子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那我们节目里面已经曾经很详细的有说过这个红酒的分类，还有红酒的产地，还有喝红酒的方式。总之，红酒就是一种品味的象征，你可以选择大部分时间不喝红酒，可是如果你要显示出你是一个很时尚人的话，在有一些场合喝一喝红酒倒是一种相当好的方式。那饮料方面的，这几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然后有朋友啊，还有从一些这个资料方面得知，如果你多摄取维生素 C 的话，就是维他命 C 的话，会对身体很有帮助。所以这几年我每天都保证自己叫做自己去喝橙汁。就发现前一阵我们办公室不是同事都有感冒吗？我倒没有，我想一下可能是橙汁的功效。那这几年喝橙汁也是非常的流行，还有包括吃那种新奇士橙，它的个头好像比国产橙大两倍左右吧，价格要贵得多，大概3到6倍吧。据说是非常的好吃，我没吃过，因为我很懒嘛，我宁愿买现成的橙汁去喝，或者干脆去喝这个维他命 C 泡腾片。这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尚倒是很健康，因为你反映了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关注，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其他的一切。那还有呢，就会有喝这个咖啡，就常常在一些朋友们聊天也会说到，早晨起来喝一杯咖啡是非常舒服的，我是一直不太敢喝。然后而且有调查显示，中国人最喜欢的那种咖啡呢并非是苦咖啡，但是真正喜欢喝咖啡的人还是喜欢喝这种咖啡，就不加奶不加糖也不加伴侣，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做清咖。和咖啡有点点类似的就是巧克力，同样都是咖啡的颜色，微微有一点点苦，可是巧克力这几年一直是长盛不衰，特别是过这个情人节的时候或者女生过生日的时候。那中国人最喜欢的口味是牛奶巧克力，说据说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巧克力商做调查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各种牌子的牛奶巧克力，你到超市去看的话会发现真的是多。不过其实我自己好像最喜欢吃的是那种果仁夹心巧克力，不知道为什么啦。还有如果说你到外面去吃饭的话，你要点什么呢？除了点完了一大堆的菜之后，有的人会点可乐，有的人呢是点这个果汁，有的人是点牛奶，有的人是喝咖啡。前些年我在外面吃饭呢，奇怪的就是习惯的是就是点一杯水，其实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有，曾经被电视台的朋友们揶揄为那种特别要追求那种时尚，特别显示出自己在外面吃饭很多。我说不是啊，我从小到大就不太喜欢喝饮料，我最喜欢的就是白开水。后来慢慢的发现，哦，这真的是一种时尚。因为如果说 喝可乐的话，显得是一个小朋友；喝果汁也像是一个小朋友；喝牛奶更是。而喝咖啡呢，显得太老气横秋，所以就轻轻地告诉侍者：“你就给我一杯冰水好了。”显示出好像你什么世面都有见过，你什么都有经历过，你不需要再在这样的场合去多表现什么。最淡的就是你最需要的。差不多回头想想看都看完了，其实还有好多，比方说车还没有涉及到，还有比方说各种护肤品啊香水啊都没有涉及到。我所讲到的只是绝大部分人都得去面临的这个衣食住行，对，衣食住还有这个喝水这方面，你对照一下喝看看和你自己像不像。突然打了个喷嚏，
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让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世界是一座城堡，在打通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只说我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我还是觉得你和音乐很温暖。我是张毅，江苏音乐台都市夜归人。今天我们回头有看看这几年和每个人都有关联的时尚方面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哦，这个刚刚说到的很多时尚有时候带有着一点做的意味，对，做作的意味，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前几年蛮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属于小资那一人群所刻意要保有的生活的方式以及生活的姿态。其实小资这个名词早已经不流行了，已经换成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字眼，而现在说起到小资的话有骂人的意味，就说明这个人非常的做作，很惺惺作态。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时尚是一直都在变，还有最适合你的就是你的时尚。感谢你陪伴我度过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江苏音乐台联通炫卡都市夜归人，邮编21000087张毅，短信联系编辑内容发送到19498975，网络联系张毅点西词点 net。还有关于都市夜归人那本书，南京的朋友在每天啊，对不起，
每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到省电台来，外地的朋友呢就邮购的方式到省电台，地址是南京市中山东路西祠堂巷8号江苏音乐台，邮编21087，请写明金号收，金色的金，浩然正气的浩，每本饭邮费40元。祝你秋凉心暖。这最后一首歌是陪我看日出，虽然现在是深夜的时分，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入眠，明天早上的时候一睁眼就会看见明亮亮的太阳。好，明天黄昏6点897音乐网再见。道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